手游酷玩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手酷玩，在这里建议大家这游戏呢依然是和平精英。然后现在呢也是看这个门里是这个有人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理他，因为我确定他是人级啊。其实如果说第一时间他是这个人级的话，其实他正常应该是来这个秒我的。如果说他第一时间是真人的话，应该会选择这个去稳定一下。现在呢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，我在淘汰掉他之后呢，其实去搜了一下装备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吧，可能是没有对面好。因为其实从这个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呢，对面这边对面这群人剩下这个15个人当中，其实他们是处于这个阴影之中的。然后我也是抗一个人之后也是一枪，然后两枪，第三枪，但是没有打死啊，因为我现在所用的这枪依然是一个射手步枪，所以说伤害呢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低一些。然后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，稍微去注意一下吧。这个确实这个枪的一个伤害让我有点这个蒙圈啊，这个不明白为什么伤害会是这样式的，所以说也是不要着急吧，这波着急也没啥大用啊。看看自己的一个队友会如何进行一波选择，因为其实这波选择还是比较重要啊。这个如果说我和我的队友正在商量，他认为说我们就直接去往前走就可以了，但其实后来我想了想，直接往前走的一个代价有点大，但是呢其实如果说这波不往前走的话也挺麻烦，然后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附近的敌人，这时候千万要注意啊，因为其实附近我感觉随时都可能会有人出现。然后我也是没有着急，因为这个时间呢我感觉着急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用处啊，现在也是稍微稳定一下自身的一个心态。这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接下来的一波操作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拿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，那么其实我和我的队友处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。因为大家可以整体去看这个地形，从这地形上来看呢，其实我们所处在这个位置呢会没什么太大一个优势，甚至呢可能会遭到这个前后的一个包夹。然后我和我的队友说完呢，其实他告诉我说他也感觉到了，但是现在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。但是这个是实话，你要说现在有啥办法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因为从这个目前上来看呢，对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这个劣势实在是太大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去抢占这个先机，导致这个附近好多人在卡着我们，然后也是没有办法去比较有效的去实现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反扑。现在我的队友在往前走，然后我现在有点害怕，因为我感觉那个位置肯定是有人的。然后现在我稍微跟他说了一下之后，他告诉我说他这附近没有看见人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其实我也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所处在这个位置啊，其实就是目前来说我所处在这个正前方的这个斜坡上。然后我也是再一次选择这个趴下了，这个如果说不趴下其实这波还是比较危险的。现在呢也是不要去着急，慢慢慢慢去往前爬。然后这个位置我的队友给我标记了，然后他说这个地方有人，那这个地方有人其实我也不能为力啊，因为我俩手里这个枪其实能打到是能打到，但是没有办法在那么远的距离给对面造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杀伤。现在我看着这个对面的一个车飞奔而来，然后出现了这个偏差。这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自己是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枪的，然后这时候点了这个一枪，然后第二枪没有点到，然后也是开始不断去点这个人，但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。但是我的队友已经是被击倒了，他被击倒了过后呢，他告诉我说他这个上面有人，然后我也是看到这个人了，但是其实这个位置我不太敢去露头，然后这个位置没有办法了。那么接下来就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选择，首先扔一个烟雾弹，第二个扔一颗雷。但是其实我这么扔的话有一个风险，就是其实我背后是完全让给了这个刚才我遇到这两个人的。如果说他俩这个时候选择去搞我的话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也没啥特别好的一个办法，但是没有办法啊，这个位置如果说不回头的话其实也挺难受。然后队友也是被干掉之后，人家也是直接开车走了。那这波就感觉这个操作有点呆了啊，这个什么都没拿到，然后还让这个对面跑了。然后现在呢也是稍微去想去捡一下我队友的一个装备，因为其实这把大家看到我的装备是非常差的，然后也是感觉我队友装备能比我稍微好一些，然后去分担一下。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拿到什么比较有效资源，然后对面呢也是在这个顶楼一枪AWM将我带走。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今天也大家游戏呢依然和平精英，如果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酷玩，感谢您的本期观看。